接下来又是回到整理，把刚才告诉你那些该背的事情来问你一遍，把该背就会了。来，重点一，谁在正，谁在负？重点二，正极半反应负极，半反应，请告诉我谁在正极，半反应是啥挖沟？来，帅哥美女，我们找帅哥好了，先找帅哥。对，有帅哥叫做22。来，正极产生，正极产生谁？欧了。一样啊，半反应。我现在写，我这里写的，我说的有用那个，有用途的那个，会告诉你一件事的那个。我要给你写两个，我现在的答案是那个有告诉你一个特别事情的那个。O2+4H+4E。你完全乱念。你完全乱念。正啊！可你那正负都没念呢、啊。正极半反应，你念的大致正确了。可你让你 H 正，都是你给我念 H。念错啊！然后照说，重点是还有氢离子，告诉我等一下一件事情。这件事告诉我等一下的一个重点，你要背的重点。来，这叫做正极半反应，跟正极是谁？好，再来负极半反应，负极是谁？帅哥美女，现在换美女，美女，美女，美女叫做 number five， 霹雳五号。不理不理人谁？效应。听不见。好，半反应。你坐好。半反应。C U 什么 ？C U 二正，加二一步，对 C U 请坐，负极很深同，半反应，同频请加电子电容。我说过这个重要，我说这个重要，因为这个出现很多遍，这个半反应出现很多次，你都记好，负极半反应。好，来，质量增加还减少，浓度变大还变小，颜色变深还变浅。来，正极质量如何？负极质量如何？正极质量增加减少不变，负极质量增加减少不变。停车站借问，请问可爱大帅哥，来，正极质量增加减少三五，没有，没有三，没有来，27号23。23，来正极质量，跟你讲说上课就背起来啊。负极，请坐。正极质量叫做不变，负极的质量叫做增加。看反应就知道了嘛，产生的是气体，不会附着，所以不变嘛。那产生铜嘛，多了铜出来嘛，所以质量会增加嘛。来颜色。颜色，这是有颜色的，浓度变大，颜色就变深；浓度变小，颜色就变浅。来，那它怎样呢？看方程式就知道了。来，找位可爱大美女呢？可爱大美女，28号，你不是大美女 ，Number Four。不好意思，老师。Number Four， 4号。好。颜色。请坐，颜色变浅，因为铜离子变少了，铜离子蓝色。好，来，重点一、重点二、重点三，还有一个重点是其他。这里的其他有一件事就是，pH 值怎样，什么性会增加？就是来 pH 值，刚才讲过前面的方程式。它会产生氢离子，所以你就晓得 pH 值会如何，你就知道哪个性质会增加。OK， 简单小问题，可爱大帅哥，来。33号吗？差一点，25号。
二五，没有二十五，六，那就三十二。啊，最丑的定位。三十二。先聚焦在最后面的一个。来，贴取值增加减少不变。啊，你讲啥？贴取值增加。减少。减少。减少还减少？那什么性会增加？请坐，酸性会增加。请坐下。因为氢离子变多 ，pH 值就是氢离子浓度，氢离子浓度越大 ，pH 值就越小，所以呢，这产生氢离子，所以 pH 值会减少。对，酸的共同离子是氢离子，所以氢离子变多，表示酸性会增加。就是背这些事，我跟你讲过了。接下来就是帮你做的整理，就是你要，就是他的学习的重点，就是你要背的事情，把它全部给我背好就对了。